on. I've been quiet for too long.嗨，欢迎大家收看小熊仔频道，我是游戏小熊。今天游戏小熊要来试玩一款游戏，等一下先耽误大家一些时间，记得要来订阅、按赞还有分享哦，分享给你的朋友知道小熊仔频道的所有影片。如果还没关注游戏小熊和小熊的影片的朋友们，记得要来关注哦。现在游戏就要开始咯，游戏小熊今天要试玩的是小游戏射击之王，现在就开始第一关。哦，五分就红星星啊，八分就银星星哦，啊，满分就金色星星哦。OK， 开始，现在看怎么玩吧。第一关。哦，要按住然后移动镜头哦，而且只有一次机会而已耶。下一关，我自己一个人来试试看吧。哦，第二次。Great。哦，20分哦，蛮不错，蛮不错的哦。也提升等级了，继续下一关。哦，差一点没有10分呢，哦，好险好险！啊，射到9分，19分。哦，这样子也金色星星了。OK， 第四关。哦，10分。哦，20分满分。继续下一关。哦，距离越来越远，越来越瞄准，越来越难瞄准了呢。啊，你得9分。撑住，撑住，撑住气。你得。哦。27分哦，还 OK 啊，还 OK 啊。下一关，啊，你也怎么跳出广告啊？10分。啊，差一点。8分。27分，也是拿到金星星。取消，继续下一关。哇，这个会移动哎。哦，10分。9分。啊，一代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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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哦哦，10分，10分。OK OK， 29，29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啊，你的第一发就9分，干嘛？哦，19，19。
9分。哦，拿到28分，还蛮不错啊。哇，直接跳到等级提升到7耶。哎呀，要出现广告了啦，可恶。第9关。9分。好吧。10分。哇，分数越来越高了呢。9分。28分。哇，你也惊险的一分呢。哇，你呢？还有这种哦。9分。啊呵啊。19。29。哦，拿到奖励。39。好啊，挑战失败，重新挑战一次好了。你嘞，不要再跑这种广告了啦。10分。9分。29。38。最后一发。48。哦。过关了，下一关。9分。19。29。刚好满分，刚刚好。等级也提升到9喽。第12关。9分。这样子给我算9分好吧。10分。29。再一发就够力。39。我还 perfect 咧。下一关你也还广告咧。10分。我要集中这个加倍奖励，好了，19，28，好吧，最后一发一定要中啊！哦，10分，38。哦，等级也提升了。啊，先回到大厅吧。哦，挑战到第13关。哦，游戏小人个人玩的感觉，好惊险又好刺激，而且要瞄准到那个红点，很不好瞄准，要有耐心，要很冷静的去瞄准去发射，
喜欢玩瞄准的朋友们可以来试试看这一款哦。好啦，记得来订阅熊熊仔频道，然后把小铃铛打开，打开之后呢，就可以收看到游戏熊熊玩的游戏影片咯。记得要来订阅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